好，你就会上条纹。OK， 好，看牌。请看牌。我要做什么表情？哈哈哈！天黑，请闭眼。狼人现身，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他被杀死了，你要救他吗？你要救他吗？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这是好人，这是坏人，他的身份是。预言家请闭眼，猎人请睁眼，猎人请闭眼，天亮请睁眼。我在讲我讲什么？亮不起来，天亮不起来，所以你可以偷偷看。你可以偷偷看。对，我发现你现在是讲他被杀了，不要死了，死算了。他被杀了，哦，他被杀了。死就不要讲。现在11:01，哦，昨晚是平安夜，一号开始发言。跟11:01什么关系？因为一啊，一猜呀，是平安夜啊，所以你要讲啊，讲来猜。我第一个我不会讲他死。OK。你没有讲到这样子的，可能是好人啊。现在不是12月1日的时候，但是什么叫平安？中秋节。平安夜。闭嘴。好，谢谢。爹爹，你这么笑呀？我是平民。我稍微猜一下，我觉得他是狼人，我是平民，请好人支持我杀死他 ，pass。看这样子，哈哈哈哈哈哈！你等到我放不起来，我一定要气。我形容有你啊。对，二号玩家是一张，假设二号玩家是一张平民牌的话，那他是拿从哪里来的力度会去判断说八号牌是一张狼人牌？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他没有去，他没有一个有自证身份的能力。因为他脚在动，所以他要如何去辨别吧？他可以说他觉得他看牌很像吧？对，所以我觉得二号牌那个有一点点，我不知道，可能要再听发言。啊，我三号牌我也没办法评论一号牌的发言，对吧？我是一张好牌，那我先左上听后置位的预言家，看有没有两个跳出来吧？没有的话，就可能会有两个预言家，就可能有狼会去。假装当那张预言家，对，这是我觉得有可能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今天其实晚上狼人在杀人的时候时间有一点点久，过了好人牌。我是预言家，我刚刚杀的就是三号，不，我刚刚猜的就是三号。很好嘞，猜中了，但是我也觉得二号讲的那个哦也蛮像的，蛮像狼的。因为他讲那个，他说我是好人，很难得讲自己是好人啊。这一位二号，所以我想他应该真的是好人。他没有像我们去年在玩的，一直在讲，每一场他都讲他是预言家，无论他是不是真的预言家，他老是都说谎说自己是预言家，他让人家都不得不杀他，因为他都说谎。过。我觉得。6-9那边出院了，因为有一些场外我听到那边动静很多，然后就是二号说八号在向狼，那我是觉得八号表情是有点凝重，哈哈哈哈哈，表情很多表情都要观察，我那边针对第二组的 ，OK， 还好我们情绪管理。然后四号跳狱啊，如果后面没有跳狱，就是新的四，那就是3-8。然后我就觉得9号应该不太可能再作为了，那就是
六跟七其中一个，不好说。三级都是狼也是有可能。凤凰，我是好人，快死。哇塞，我很有正气。哇塞，真棒。我是好，没有，这是很好的发言。你每次好，他最坏人嘛。然后妈妈第一句就直接讲我第一个杀，所以我就很大的怀疑在他应该是杀。错了。第一口就讲我第一个杀，好有趣。我这边是预言家，然后我昨晚验的是六号是好人，对，然后呢听刚二号就是怼我，他就是说他觉得我像是狼人，对，然后三号跟四号还有五号这一半他们基本上是不算是赞同也不算是反对，对，就战争力，然后对跳的是四号，然后我四号直接把他定了，啊，这一局就直接先投四号，然后六号是好人嘛，对，然后听一下滋味，然后再听要不要采验九号啊，如果九号发言的好的话，就应该会先验三号，对，过。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我这边是一个好人牌，很无聊，然后每次都带好人，很想拿到狼。没有想要有一个某种能力，好了，总而言之，我也偏向于会投四，没有原因输过，就看他不准。OK， 准备了。哦，再刷。三二要干嘛？等一下投票，要投票，要结束了，结束了，要投票。好紧张，等一下。我定一下，要先想一下，大神想一下，想几号哦？想一下谁是狼？好来，三二一，请投票。这是八号投票，是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五。那你是比什么？八啦。四号淘汰，请发表遗言。就是我是冤家，只是说错一个字。就是假装我的那个预言家，我以为他要说他就听到，对啊，他是说我说错了一个字嘛，啊，所以另外一个就赶快反应，反应能力很好，赶快假装他是预言家，嗯，所以现在到底什么结果都搞不清楚，他要发表预言了，他要发表预言，被人家杀死了，你这个不是坏人，你也被杀死算了，对啊，他杀人，所以他要解释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算你不是坏人，大家杀你也可以杀啊。对啊，是啊，就算你心里面也可以杀你这样子啊。可以投票啊，我们是投票，可以杀错人，要把好人杀错了，对不对？想说，你如果猜对就杀错，猜对才等于杀呢。没有没有，大家都可以杀，只要想杀你就可以杀你，大家都可以杀。没有法律，要投票，要投票啊，赶紧投票啊。没有法律的，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让他继续讲好不好？等一下，这个游戏是这样，最后存活的人有礼品，或有奖品，或有奖金，你就会认真。我真的现在觉得不没有这个意义。没有，不是因为正则是赢，因为狼不是像他就是要投到过才能杀，狼人就赢了。那平民全都要把狼人抓出来杀死，平民就赢了。可是我那两次就死掉，就结束了啊！那杀全部杀掉的问题，那就要靠其他好人啊，靠其他人啊，其他人不是没有在，听别人延续，听别人讲的，说不定今天你就留到最后，对不对？对呀。那刚好就死掉就没有了，那两次就隔壁啦。刚刚场不是好，刚刚那城是好，好人赢啊，第一场好人赢，第一场就好人赢。他发表预言了，我们让他继续讲好不好？让他继续讲。我不知道，所以，所以我就不用翻牌，是不是？不用翻，你就撕掉了。各位好人，我是预言家，就是讲错一个字，因为大神都会讲错。聊对话，聊对话。因为大神还不够熟，大神还玩的不够熟，因为预言家会第一个，他睁开眼睛之后，他可以猜说他要猜谁嘛。Ending。他那个，那个谁啊，神啊，上帝他就会说那个，上帝他就会说那个啊，他是不是好人啊？哦啊，所以我就是说二号。1233号嘛，哦啊，但是后来因为说，我只说我说错一个字嘛，所以那个假装我是预言家的那个人就说他是预言家了。我们没有上帝，所以就知道那个是。上帝去上厕所，等一下。上帝就见。哈哈哈哈哈。Andy， 打预言家 Andy。
太快了吧。预言家 ending， 谁是狼人？啊、你已经死掉了，最后一句话。所以我就说那个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啊、他说的就这样，那个预言家一起闭眼啊，你要不需要，所以那个是闭眼，闭眼，闭眼 ，OK， 闭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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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闭眼又闭眼，你都很难算。闭眼，闭眼，你要闭多久啊？等上帝来讲啊！闭眼放久了，闭眼讲，闭眼等上帝来讲。OK， 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哎呀，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你要毒谁呢？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这是好人，这是坏人，他的身份是预言家，请闭眼。天亮请睁眼，昨晚八号被杀死。困了吗？要睡。睁眼的啦。没有没有发言，没有没有一眼。OK， 九号开始发言。哦，九号发言。九号发言。我想想，我依旧还是那一个平民。我们还活着，我依旧还是那个平民。啊，人家在讲话，就听人家讲话，因为跟人家是谁一样。好，那个预言家被杀掉就是正常。